嗯，你咋了？喵啊，来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白天不见踪影，一到傍晚就回来了。白天附近都看不到，现在他们已经活动得很远了。走吧。哎，怎么两个？还有一个。这速度。这速度咋样？嗯，知道。还有一个嘞。就两个了，啊，快，就两个回来了，另外单独一个没回。啊，彩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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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下雨了，彩虹。哎，就回来两个。哎，快点，奇了怪。有一个每天都在家睡觉，另外两个傍晚不知道在哪睡觉。好了，他吃不了多少，他就回来尝个味道。他自己抓虫子很溜，在门口回来傍晚回来一直在来抓，蝴蝶什么东西都能抓。还有一个，去看一下，彩虹彩虹，在门口。嘿，今天回来两个，嗯，每天在家里嘻嘻这个回来了，另外一个应该是我今天喂完了，喂完了那一个已经栖息了，这三个生存能力很强了，不会出意外。